今天几乎一整天都在彰化，从上午的9点钟开始，行程非常的紧凑。他先去彰滨秀传纪念医院，接着要参访鹿港的地藏王庙，积极的来布局。不过郭台铭访美之后，近期动作频频，陆续在各地举办主流民意大联盟的造势活动，外传今天宣布连署独立参选总统，而侯友宜暂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。市长，郭台铭要参选呢，你有没有什么看法？谢谢啊，市长。市长，你有没有看法？谢谢。倒是昨天才和侯友宜、朱立伦一起参叙的云林县长张立善发表他的看法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做法。他刚开始抛出大家一起来喝咖啡，其实我觉得蛮认同的。然后，那如果这个喝咖啡的动作都还没有做的话，就来进行宣布，那等于是前功尽弃了啊。那大家对于他所抛出的这个橄榄枝啊，这样的一个友善橄榄枝啊，大家会提出相当大的质疑。张立善说，郭董之前抛出大家可以坐下来谈，但如果今天宣布独立参选的话，那就是没有诚信的做法。说坐下来喝咖啡都没有做，那就会前功尽弃。